庞贝换伽利略解锁也有35，可以可以，我换了。好，这对配置感觉更完美一点了。没关系，现在问题就是前面第一关你要活下来就好了。哦，准备时间多好多哦，感觉更爽一点了。嘿，写准，是吧？比刚才好多了。三组新珠回得回来吗？嗯，是回得回来，但是有点勉强哎，这一堆回血量有点母汤。哇、哦、，OK， 跳起来了，那应该没问题。有天降应该会好多了。别，让我转好，有。其实只要撑过三回合，他好像就是这一队的天下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100%先弄死，先加一下，然后多消一点新珠，应该就有办法了。新更案应该100%了吧？哦，差一点点，差5%。第一关比较难，后面应该好很多。好，回复力要加强，就是雪春换马修。其实我觉得没必要，因为雪春在后期会比较暴力，这一队好像还是有点缺伤害的、啊，所以伤害并不是那么稳定。对，所以还是需要一点伤害加成。可以开这个哎、欸，开一下，下关就可以把它关掉了。起床他就还在打，噗噗。晚上早安吗？应该跟你说早安吗？早安。哦，不行哦，这样好。感谢 Angus 的港币10块有内5点了。我的希腊回归梦睡了，但是红哥辛苦这么久了，我们唯二能做的事情就是一直陪你和抖内了，谢谢你。但是希腊是可以的，明天我们可能会开娱乐场，然后会试今天没有试到的队伍啊，因为今天时间都花在那个琥珀身上了。对，所以还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明天我们来开，为了大家开娱乐场直播。所以明天就可以看到可爱的希腊回归了，稳定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他把暗珠给炸掉了、欸。好，这样呢？是的。暗珠留住他都可以，他会有机会都会把他炸掉。迪迦能过吗？迪迦应该没有问题。不过你问好久迪迦哦，是对迪迦特别有爱吗？可是我们有录过一部是欧布当队长过的。欧布我觉得当队长还是比较容易过。所以如果你有欧布的话，还是建议欧布当队长吧。真的感觉很辛苦，不会，我只是在算那个 CD 数，所以没有转太多 combo。好，可以，这样应该过了。第二条血条了，这边就是爆发卷开。哦，血初音本身在，所以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个爱因斯坦这边好像有一回合，对不对？所以别不用开爱因斯坦，那要开什么？那这边要开什么？单开龙科会过吗？我有点怕哎、欸。单开，
我觉得还是要全开耶，这个加这个好不好？我真的有点怕，这个我有开了吧？对，有开了，好，我有点怕，所以我还是全开。我真的怕打不过，打不过就很尴尬，因为我们只有一次的龙科机会。好，五点了，对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队了。是不是有人说自己这首歌是什么水屁歌啊？是这样。异伤，好，至少是异伤。开这个，然后这边单靠这个爱因斯坦应该是可以撑，应该是可以带走他。毕竟我们这边加上那个。且利略伤害应该够吧，试试看。好，赞哦！哦，够啦够啦，哦嘿嘿，伤害很够哎，一盒就过了，好恶心哦！伤害是完全可以的耶，太恶了吧这个伤害。然后这边又有超长的转速时间，完全不用太担心哎。好，很棒这一堆。这样撞下去，好，伤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各位不用太担心。这边尽量转，啊，你看我们这么用力转，他也才打了三分之一吧。这边用力一点是没有问题的，各位用力一点，对。全部转掉，这样好。咻咻咻，好。哇，好硬哦！哇，我这边一直炸板，好像蛮爽的。慢慢打都，总有一天会过了。这比那个整排都是那种电击珠还好消哎。对，好像在讲干话，但是就是这样，因为它会炸板，所以这对还蛮爽的。这应该，这电影就应该轻松啦。你看，哇，这炸到只要两颗，太过分了吧！完全不把，完全把敌方技能当塑胶哎、欸。这样，听说你整行电击，我给炸，炸到你心理阴影，求这个爱迪生的心理阴影这样。他说：“求你了，别炸了，给你通关就对了嘛。所以是爱因斯坦打这一个关卡反而简单呢。然后我技能又全跳进到王冠了，这也太爽了吧！比较麻烦是这边没有那个强化珠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但有高减伤哎，我们这个减伤挡得下来吗？”你们怎么看？我就要怎么开？开关那个开关这一只好了，你们怎么看？哦，对哦，天降水墙，我是脑袋撞到是不是？那没事的，别理我。我还蛮坑的。哎，那这个开这个就好了啊。对啊，再开这个，那应该够了吧？哎，好完美哦，这剧本。那还蛮爽的哎，这一对，好不好？后面整个完美剧本在走，对吧？哎、欸，被门夹到还是可以过的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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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了三亿耶，这算平砍吗？那这影一绝对没问题的啊！该那都打三亿了，这水珠更多哎，好爽，要过了吧？大家可以溜起来了，这87%应该会过。龙哥开下去，他准备狙，所以这对
解那个头尾机械组，然后三成就啊，三属成就也没问题嘛哈，双成就的队伍哎、欸，很爽。没想到科研续润的卡片，现在还是非常 OK。不过这个好像也是要搭初音龙科哎、欸。下班了，这队毕业了。爱因斯坦没问题，给他看看我们爱因斯坦的极限爆发。哦，18亿，完全可以啊，屌打，非常棒。这队打的小心一点还是可以过的啊。如果你没有初音，你没有新的爱德华，这一队就是还是可以解双成就，好不好？提供给大家这一队许久没玩的爱因斯坦队林斯通温。有